你就是老钱的儿子吧？啊，我叫钱顺风阿姨。哎，你爸呀，常在我面前提起你，是吧？说你长得像他，看着个头，看着颜值，真像。阿姨，你真有眼光。哎呀，这是儿媳妇儿吧？啊，是我。哎呦，这儿媳妇更漂亮，端庄大气。哎呀，这大眼生生的，将来生孩子肯定像你。阿姨，我爱你。阿姨，请坐。好好好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你爸这出这么随你？怎么呢？巴西鸭呗。那阿姨多好啊，还这那的，这太……哎呀，还想找啥样呢？哎，孩子，你爸呢？我爸……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呀，老钱呐，你瞅你这么大岁数还藏啥猫糊啊？快好好歇歇，你瞅你还猫那儿了，干啥呀？来，快坐下歇歇吧啊、哦！哎呀，老钱呐，那个我知道你颈椎不好，你说这大冷的天儿啊，你可千万注意保暖了啊！你看我还给你买了一个围脖。快来戴上来！别戴他干啥呀？我儿子咱家暖气好极了，戴上那热，不戴。哎，爸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？你刚才还说我们家冷呢。我什么时候说你们家冷？怎么没说过呀？我没说。阿姨给你戴个围脖。我那个戴一个，我试试。哎，美玲，你看看这怎么样？戴上，帅。这都没谁了，太帅了啊！这不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钱顺风吗？好看，好看，爸，那谢谢吴阿姨。哎呀，谢啥呀？都是自己家人。得了，我还是听孩子，谢谢你吧，啊，谢谢。哎呀，不用不用。什么？你这围脖花多少钱？你买的东西花多少钱？一会儿一块给你。爸爸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这是我爸，这是我二姐夫。啊，干啥呀？服务。哎，服务先生，欢迎您的光临。请换拖鞋。谢谢吧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新拖鞋，所以有价天儿。价天儿？等会儿，我看看。拖鞋5块，5块15，带走20啊。Yes。爸，那小米，你等会儿，是这样，你看我这一天呐，走南闯北的，这些东西身上都有，都带着呢，啊，那个这位先生，您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，对，想必你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，比方说，你去饭店吃饭，能吃你自己家炒的菜吗？不能。比方说。你到酒吧去喝酒，能带着自己家酿的酒吗？也不能。比方说，你到公安局去蹲拘留，能带你自己家做的手铐子吗？那更不能，谁家产那东西啊？叔，这事儿我明白了，那我先把这钱呢，先给姐。别，小米粒说的对，走的时候再结账。啊，也行。因为你走的时候还不一定消费多少呢。穿鞋垫。对，走来，老公，请进，不合适，没事，坐，你坐着啊，我给你啊泡茶喝。对，小米粒儿为你泡的这一杯茶叫做西湖龙井啊。西湖龙井产自于浙江的杭州，其实就那么几棵树，所以特别的名贵。我们要上课了啊。对，你们上你们课，我给你们记点啊，45分钟一节课。小米粒儿，你大哥哥好热情的。哎呀，他就那样，见谁都自来熟。来，喝茶。82年的茉莉。谢谢。82年的茉莉，那还能喝吗？啊，你把茉莉花标本给我泡了。小米粒儿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外国友人，喝啥玩意儿吧，都讲究年份。咱们整个82年的茉莉，不也显得有身份吗？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个什么，八婶呀，82年的茉莉老香了。哎，小米粒儿啊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有一个问题想问明白。啊，你问吧，什么问题？哦，前天你跟我说你要减肥，对吗？哦，要少吃饭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可昨天你请我吃饭。
又对我说：“巴沙呀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”我是吃多还是吃少呢？你犯病了你啊，笑啥呀？这个我给你解释，这个是这回事儿。他减肥告诉你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少吃。他请你吃饭告诉你啥呢？能吃多少吃多少是多吃，明白没？明白。我们中国的汉语博大精深，一句话有好几个意思。比如呢？比如啊，老师问门口有个雪堆的，谁把它铲了？小明说：“我去。”小强说：“我去。”两个意思，明白没？别忘，我说那个，刚才吧，那个小米粒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来跟他研究，就是那个婚姻大事儿。婚姻大事儿啊，对。黑色西装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我小米姐说的心里的那个他吗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他说我是他心里边的那个他。可不是吗？你好，他哥。你好，你好。那个你，你妈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你爸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你家都挺好的。你谁呀？站起来。你破马张飞的盘问我半天了，你是谁？说不说我报警了？别报警，别报警！那个我是小米姐她的闺蜜。啊，闺蜜啊？啥是闺蜜啊？就是 best friend。掰哪儿了？哦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小米姐呀，在开心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找我分享。难过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找我分担，就连他未来找对象啊，也得先过我这关。我懂了，好朋友。才明白，这智商花老了钱。这小米粒家书包也没坏呀。哎，田笨笨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他家水管坏了，我来看一眼。哥，过来，你认识他呀？岂止是认识。简直就是认识。